主要是因为在2020年吧，那时候我也是看到了两岸的新闻，像台湾的新闻对大陆的不了解，做了很多比较偏颇的一些媒体的宣传，所以当下呢，我就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镜头、自己的生活记录，去分享给台湾的同胞。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呢，认识到了很有趣的两岸的网友，还有两岸的青年，然后也是希望可以透过镜头去记录我在大陆的点点滴滴。我可以拍这个视频，让大家彼此更加了解、更加熟悉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一些误解跟误会了。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就是。如果两岸真正的要交流的话，也不会因为你一个 APP 就让两岸的人民没有办法交流了。觉得这是不理智的，也是不现实的，因为他这样就是违反了民意嘛。再怎么样说把它下架了，我觉得都只是，于事无补嘛。重点在于说，我觉得还是要让两岸的年轻人多交流。你要走进真的这真实的人群当中去，你一定要去体验。如果你只看着网络上的一些很奇怪的言论的话，你永远不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因为可能更多的台湾的新闻或台湾的媒体比较喜欢断章取义，就他只会截取我视频里面的一小部分，作为他们放到电视上的内容剪裁，所以确实会误导消费者。我觉得第一个是它整体的幸福指数，那当然这个幸福指数的来源可以来源于它的物价、它的房价，然后还有第三个是它的空气，因为杭州这边整体的空气会比较的湿润，就是跟台湾比较相远，比较偏南嘛。我觉得他是非常尊重历史，无论什么样的阶段，他都会把真实的呈现给我们人民看到，也会去尊重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，这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。你的台湾的年轻人来这边是跟大陆年轻人是一样的，我们是一样的，然后你享受的政策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在这边好好念书，安心的就业，然后不断把自己人生在这边扎根立业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，也是我体验非常深刻的。而台湾有一些相关的技能证书呢，在大陆这边呢也可以同等的承认其使用。后来用最大的力度去帮助这些还没来过大陆的台湾人呢，去熟悉这边的环境，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幸福。也特别的给力，这样子。期待就是我这个自媒体的频道能够越来越多人看到，然后能够促进真的是，不管是台湾的人也好，大陆人也好，都越来越多人看到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期待了。希望两岸呢可以越来越紧密，还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啊，还有媒体上的交流跟互动，哪怕就是。一个带一个的台湾青年，慢慢的去认识祖国大陆，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